你看，应该如果还有其他样的，明天可以去这个，明天或者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也应该可以。啊，行，所以没事儿。我刚才去他说的，不要你收款吧，记住啊，他说你有那个也是中国人，他说你昨天来了，你今天有相当于你昨天那个时候那个收款的，你让那个时候一样。啊。